是的，感谢亲戚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敬拜赞美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因你战胜死亡，有你跟着我，我还怕什么？主耶稣，我要跟着你走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礼拜五，台湾第四任总统，也就是第一位女性的领导人，在我们这块土地诞生。求神你更多祝福我们所爱的这块土地，求你也祝福在上位掌权的，赐给他们智慧，带领我们走向蒙神祝福的道路。求神你的圣灵此刻就降临在我们中间，预备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心，聆听你透过庄传道的口所要告诉我们的讯息。求神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包围我们，环绕我们，让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。求你来膏我们今天我们的传道的口，让我们聆听的跟说的都有得到益处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来追求你的话语。求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最后我们用主祷文来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就让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24章27节。今天这一段经节只有一节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传到万邦。我们今天很特别，我们今天的主日是交换讲台，我们邀请到鹿港教会的庄传道来跟我们传讲讯息。今天要讲的是在师宣教。